闻佛名号，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种子得到了。如果听了之后怀疑，不想到极乐世界，那么就好像这个种子啊，腐败了。虽有种子，它不能成就。如果你有缘接触到这个经典、这个法门，啊，听闻名号，有善友给你介绍。给你解释，给你说明，帮助你断疑生信了，你真的接受了，真相信了，发愿求生净土，真的从这一天开始，你就念阿弥陀佛，你能把万缘放下，我们现在劝导人都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弥陀，你这一生决定能成就一生永远不改变无论工作怎么繁忙，念佛不间断，需要用思考的把念佛放下去工作，工作做完了佛号就现前，这样也是相继不断今年相继所以这个法门真的殊胜无论从事哪一种工作都没有妨碍，都能帮助你成就在一切法门里面无比的方便这个就是具足因缘，好像你这个种子得到了土壤肥料、水分、阳光还得到有人好好照顾它，它一定会长得非常好。